不管罢工不罢工，先来看看中职精彩时刻，消消火气。在棒球场上遇到消失的小白球 Rock Combo 呢，看小胖和微臣接得那么惊险，就知道 Jack Combo 小胖来接。结果这棒打了一个界外的飞球，有办法接吗？也要小心球，哎呦，轨迹会比较不容易看得清楚。哦，最后就会觉得接得很惊险，但就连轰总也抬头找半天，大家都在看刚刚球是怎么了，不见了。篮球场上有影子篮球员黑子，棒球场上也有消失的外野手，统一是林胜杰，两个一样都会突然的消失，然后再突然的带着球出现。所以确定是有接到。每季看不够吗？等等等，悍将的林威霆说，等一下我马上表演一颗给你看。跳起来的人有一点挡下强劲的滚地球，转身踩三垒，再传一垒，一个 nice 的 double play 就上眼路。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篮球场上有换手上篮，那棒球呢？林立示范花式换手传球给你看，手套里面掉了出来，哦，但是落地之前在空中就被他的右手接到，可以直接传。看来天气太热，球很烫，就连手套都受不了。哟哟哟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接下来我要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饶舌歌手李志。Quedan limpiecitas cuando cambio la pantufla. Trago la disco, explotamos botella. Tú sabes lista con dos periñón, parecen estrellas. Entramos a la disco, explotamos botella. A la hora de pagar, pagamos con la negra, esa nunca se queda. 李志不止饶舌 Ghost Girl， 就连跳舞也难不倒他。好了，小编也要去练一下饶舌和跳舞，下一次就找李志尬一下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